Yes, yes, yes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傅冠杰，欢迎来到 Full Love. Yes, 我现在人正在 Johor, 马来西亚。然后今天又是个 one take 影片，因为我在外面录音，然后我觉得应该来不及编辑。我这里面有电脑在编辑，但是会太慢，所以我想说来一个 one take video 给你们介绍一下。现在正在一个海边。美对不对？跟一个森林的中间，在这里录影。而且，如果你有看我前天的影片的话，应该是前天或大前天的影片的话，你就看到我那时候录影的 style 是在森林里面。然后，其实跟这个比起来，算是很简陋，可是也是很享受。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Johor的人太会享受生活了。你看他抓的什么东西啊？你确定你在录影？然后这边是拿什么？玉米。哦，太浪漫了！你看这些灯 ，Full of Family， 你们录影有用过这种灯吗？好像 Christmas 一样啊、哦。还有多一个炉了。哦，然后你们在煮什么？我们可以煮煎蛋。哇，你看，煎蛋的，煎蛋，而且这里还有火锅，还有自己带火炉哎。啊、我们介绍一下这里，我们带了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火锅汤底、火锅汤底，好吃的，还有蘑菇，然后有哇蘑，哎，你们很喜欢吃蘑菇哦，养生，这个酸肉哦，像 bacon 一样，是香肠，香肠哇，台湾香肠，不错。还有汉堡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而且呢 ，Hello Family， 他们这里不是开玩笑的，有火锅。另外，这边两位男生正在忙，你们在忙着什么呢？忙生活。你们做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在要准备烤什么 ？Barbecue。Barbecue 肉吗？有什么食物？我们去抓，要不要去？哦，对，我给你们讲一下，这里外面好多野生动物。我们刚才在路上就遇到猴子，又遇到羊，还有遇到什么？好像还有山猪，对不对？对，牛也有山猪，而且他们的距离都是很近的，就是可能这里有羊，这边就有猴子，而且他们是不怕人的，他们会很接近你，反而是我们要害怕。怎么样？啊？什么？怎么突然安静啊？突然安静，叽，我要放一点声音，因为你们太安静了，叽。可惜我这时候因为我要 one take， 所以我应该不会放个背景音乐。你们就慢慢的煮吧。我不确定这样会不会太暗，因为其实我是靠那个灯光，我想给你们看海耶。这样看得见吗？这就是美丽的海边。这个整个海边只有我们，完全空的。跟森林里面，哎，天空还是看得见，星星不知道你们看得见看不见？哎，有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它只会越晚越明显。Nice， 好享受哦。Full of Family， 你们今天过得好吗？这里气氛超好的，好浪漫。传一点这边的 happiness 给你们看 ，happy people，so happy energy for you。切什么？切什么？我也要切。放进去。哎，你们有抓到螃蟹吗？没有。我刚才有看到一些螃蟹啊。那小弟带回去了。啊，对，其实刚才有这里附近好像有螃蟹，我有看到小只的，但大只一点的我不确定在哪里，但一个小弟弟在那边捞，很可爱。我觉得我这样有一点太过分了，他们都在准备，我就在那边拍，我好像也要帮忙。来，我可以帮什么？有什么我可以擦的？可以擦的吧？哪里？这里没有擦耶。肉。我有什么帮得上忙的？有帮忙拍照。哦，拍照，好，给你帅一点角度啊。next pose。什么 pose？ 随便你啊！我有！哎呦，你是觉得不够火不够大是不是？哇，够！然后我今天学了一个新东西，你们带这个来是为什么？防蚊。防蚊防风。防蚊。很特别，很会利用这个，完全没有想过。
哇，切蔬菜，肚子都饿了，好饿好饿，我们还要去抓什么动物呢？你们要什么动物？我去，山猪，山猪，山猪，好 ，Let's go， 不分的山猪，但是我好像那么大声，应该他们都跑了，而且这么黑暗你们看不见，所以我只好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太暗了，我拍不到，所以山猪呢？在里面。下次再抓。嗨，杀！哎呀呀，只在这里而已。哎呀 ，it's too bad。什么时候才可以吃东西呢？多一下下。我最喜欢这种现实状况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现在在想，明天早餐要吃什么？这是很大的问题，明天早餐。面包、鸡饭，有没有觉得很好玩？我们现在在煮晚餐，就已经想到明天早餐了。面包、鸡蛋，然后 burger 肉。面包、鸡蛋、burger 肉，感觉很好吃。但我觉得我想吃那个 peanut butter。啊，有。我们有 peanut butter。所以明天就是面包、鸡蛋。然后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某个肉 ，OK， 某个地方。所以就把它装成一袋。好，那他们要继续煮饭，我只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环境，觉得这里好好玩，好有气氛。Alright， 了吧？哦，踢到东西了，这个太尖了。啊，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，你如果想看完整版的，就是剪接过的，包括一整天的事情的话，我之后会再 upload， 但是需要时间编辑。所以 Fuller Family，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我们明天见。我如果有过时间的话，我说不定今天会上传两个，但 I don't think so， 因为太暗了，所以明天见了， Love you， Bye。 我忘记给你们讲个重点，就是其实这些人都是我的新朋友，他们原本都是陌生人，是因为 Adeline， 他是我们 Fuller Family 的一个成员，然后他邀请我来九二，他帮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说我们要去 camping， 我们要做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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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他感觉就是充满爱，非常的亲切，我就想说，应该可以信任，我就来了。And then 你也是很信任啊，就这样就直接让我来了，直接放，是不是？谢谢，互相。And 反正你们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当然要吃一点火锅给你们看，这个好不好吃啊？放这哦，哎呀呀呀！尝一下，在我尝一下，这算海边跟森林的中间吃火锅哎，好高级哦！有人来，还是烫的，好吃。哦，这个汤底好喝。这个打开来。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在野外吃火锅？哦，这个材料是手给你。哇，很漂亮。Good stuff. Alright, Fuller Family, 我们明天见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欢迎现在加入我们的 Fuller Family. See you tomorrow. 记得按铃铛。Bye.